国民党秘书长李四川跟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今天见面讨论宪法改革的议题，从降低投票门槛到更改国土国号，从选举制度改革到落实公民投票权，中华民国真的可能再次修改宪法吗？三一八学运之后，数人客批高票当选，接下来立委选举第三势力大量的投入，台湾长期非蓝即绿的政治板块真的会有重大改变吗？今晚八点有话好说，深入分析。